吴君如呢日同另一半陈可辛导演带埋女女陈士之、女女嘅表姐同工人一行五人现身香港机场。两公婆拎住简便行李喺头等柜位办理登机手续，唔知道要去边呢？去幾日散下心咁咯。呢、哦、個時候仲出去會唔會驚啊？因為小朋友又冇得翻學，咁係咯，小心啲咯。祝你哋身體健康啊，大家。咁你嗰啲工作係咪而家都要暫曬啦？暫曬啦，全世界停曬。但係都我哋繼續緊努力做後備。你小心啲啦 ，thank you， 新年快乐，拜拜。